前文说于人虽有益于未善，亦是非礼。及后文说要习思虑，便是不习思虑。这些都是就人的向学之心意笃实不足之病而说的境界判断，判断修学之此时尚未达至境界，心中仍然人欲凶扰，此时虽欲未善，恰正善量不足，尚在私欲中，因私欲汹涌，故要习思虑，正正见思虑尚未习。像这样的术语表示，都是对学者直接在正量上下判断的境界哲学的语言形式，将之作为功夫要求，则是境界展现形态的功夫，而不是下学功夫的实际而上之路。下学功夫应该提倡，但境界判断是另一回事。正在进行下学功夫时，境界尚未完成，尚需勉励未知，因此说此时尚在人欲中，这也是没错的。但是尚未能有真境界者，也确实需要这一段下学功夫。关键只是在这一段功夫中的长短时日的问题，大约积习有一定之量，或气质之性，或气禀总有一定之量，积习或气禀在勉励中必然逐步化除，一日化除尽尽，即豁然贯通，即当下无思虑无私欲，即已至境界，则此时自是不必有意未善，亦不必刻意习思虑了。此亦又见下文，尽即便是理，无己可克，始则须绝死。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作者说陈遗说尽是本体功夫，说功夫是本体功夫，就是说功夫是性体中发出来的，性中只有仁义礼之，故而陈遗说尽即便是礼之时，即是以尽为性中之善意志，即以理为功夫其相，甚至真正做到了尽，就是真正做到了理的境界，故而无己可克。到了境界才无己可克，否则还是要克己复理，就要无意必固我，这就还是在做功夫时的话语了。一旦到了无己可克，那就是做功夫到了境界上的话语形式。六之二，气化宇宙论的若干观点。陈颐不是主谈宇宙论的哲学家，张载是。这也显示哲学家的哲学创作通常只集中在特定的哲学基本问题上，掌握他们的创作关怀主轴，即是解析他们的哲学贡献的关键。陈颐的创作显然是在存有论概念解析及功夫哲学问题上，前文述解已详述之。但是陈颐对宇宙论问题亦做出了若干发言，并且极为明显的是针对同时代的儒学家的宇宙论创作提出的意见，这就是针对张载的哲学观点的意见。张载讨论气化宇宙论的哲学知识问题，陈颐对其中为张载陈述于气之存在是在意有无出入隐显中的历程之说有意见。陈颐的意见即是认为有一个真元之气，时时源源不断持续创生，未有停息，因此不是以散之气复归心生，而是持续创生。陈颐此说应有其理论目的，或不欲流于轮回气化观之途。然而由于陈颐陈述不多，难以展开铺陈，故而仅简单评论。若未既反之气复将未方生之气，必资于此，则书与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
自然生生不穷，更贺付资于既必之行，既反之气，以为造化。进取诸身，其开合往来，见之鼻息，然不必须假息复入以为乎？气则自然生。人气之生，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至如海水，因阳盛而和，即阴盛而生，亦不是将以和之气却生水。自然能生，往来趋生只是理也。盛则便有衰，昼则便有夜，往则便有来。天地中如鸿炉，何物不消烁了？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道则自然生万物。今夫春生夏长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后来生长，不可道却将既生之气，后来却要生长。道则自然生生不息。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真元之气，气之所由生，不与外气相杂，但以外气涵养而已。若鱼在水，鱼之性命非是水谓之，但必以水涵养，鱼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气中，与鱼在水无异。至于饮食之养，皆是外气涵养之道。出入之息者，和辟之机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气，但真元自能生气，所入之气，只当何时，随之而入，非假此气以助真元也。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进取诸身，百里皆具。屈身往来之意，止于鼻息之间见之。屈身往来只是理，不必将既屈之气复为方生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延七日来复，其间源不断续，阳以复生，物极必反，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河南陈氏遗书卷第十五。由以上述文可见，陈遗集生生之观念反对张载于气之出入复返之说。陈遗其实是担心其说将导出佛教轮回观，此一忧虑事实上极不必要。佛教轮回观并不建立在客观世界的气化宇宙论结构中，张载的说法亦未对道佛之批判而建立者。张载之努力有其立基于儒学价值观的宇宙论思维之创作，陈遗自己不是宇宙论哲学的深思者，对于张载理论的作用效益未必清楚，对于佛教轮回观的知识细节亦不见其有清楚的陈述，因此所提出的观点亦只能说是意见层次。至于真元之气的定义为何，陈遗亦未有详述，可谓只是一借用的概念之使用而已。